阿 King， 泫雅这次回归的造型实在是太炸了，我想再染个颜色，怎么样？我想把这玩意染成绿的。你们来挑剔吗？上星期又漂又染，平时又不护理，发质干枯、毛躁，还掉头皮。明星天天都有痛，你跟着都不敢像你这样造次。可是我还是想染。哎，怕嘞，给你拿去先护理一下。什么来的？我市场已久的明星护发秘籍，特别适合发根油发尾干的你。这款直观反重力发膜里面的活性高岭土能够吸附头皮多余油脂，让发根清爽蓬松，酸奶质地，独有的紫色山茶花爆珠，一磨即化，密集补水渗透，在发丝形成保湿水膜，迅速抚平毛躁，一次课装包里出去玩也不怕。果然发质变好了耶，头发蓬松顺滑有光泽，哎，那是不是就可以染了？养一段时间再来了。好吧。哎，没完，我不懂你几个人了。染明星两周染一次，头发依旧蓬松顺滑有光泽。市场的秘籍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总关注哦。